啊，互相吼，从细汉，真正对阮两个查某囝有够严格，吼，你若讲，细拢叫妈妈有做些，吼，啊，为虾米互拍互即种诶即个教育方法？因为即次查某囝仔咧条件若无好，爱阮嫁好翁，敢是？吼，过得来，你嫁阮过年过过分就是咧意思，啊，是一个条件好啊，吼，我可以要收银啊，啊，无虾米彩礼。所以吼，我就甲讲，你拢甲我讲，阮洪子莹啊，我真的很辛苦，我也不能够追剧，也不能够打电动，也不能够玩手机。不然，啊你怎么不想你别的同学没有的，你有的哦，也可以学英文、五级、学芭蕾、学小提琴，什么都有，登机什么都有。他说不是，我学这个都很无聊，我追剧。我们同学都会说嘛，来复习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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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那最近讲两句都不想讲，那你背一段经典。他说他要背那个经典哦，啊，比如说《论语》来讲，那个选读要从第一背到第十者，他爸爸才给他五分钟的那个看手机哦，五分钟，他一天五分，加起来一个小时才看一次电影。我说这样不要很感谢你的爸爸，因为他这样教育我的孙子，孙女以后才会有成就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其实我们在这跟年龄来修炼功德，那没有心经，各位前学，那哪个假货，动这假货，一系哦，没有心经是困难的。哦，像像咱东辉先生一进来一家，坐点点坐，也在困，因为我才在回家去花嘞，哦。为什么呢？有钱人买你鼓励我的就是，啊，你讲爱好钱，爱呢，哦，爱开车呢，啊，一路六七点钟的，不是讲吼啊高铁坐点点来，但是咱目前因为要带动咱的德清，靠咱德清的那个心，懂吗？因为或许刚听到说啊，要开车去，有钱人说，你怎么不要坐高铁去换普悠马号就可以了？你都不爱带动德清，因为吼。明天站台的人吼，啊，就会来带动德清，来鼓励我的德清。那前辈者的这个辛苦，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恩。那么你家，你是咱爷爷都有到这这么多三者大家好多的辛苦，第一爱感谢的咱主家分享，啊，搁伫咱这个辛苦内底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哪里亏，咱就免讲啊，哦，但是咱今日要在意义。料之外，准备在意料之外，一定要先行功立德哦。你等下他来讲，好来。尊师就是要尊敬啥物？各位先生，咱注意看这条图。重要的代志爱讲三遍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爱甲恁囝讲重要代志，过海你要讲几遍。哦，到老师妈妈，我已经逐天互你食饭啊，点个烟来，你食饱未？对不对？不是讲三遍的，讲错就变。晚上有情况少无，啊，饭有吃无，安怎好？重要的代志讲三遍来，啊，咱嘛来读三遍，敢好？各位先生，恁敢袂困去啦？咱读完蛮久，敢好？啊，咱做伙读三遍哦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尊师就是尊敬祖师、三师、同修甲家己。尊师就这一遍。尊师就是尊敬祖师、三师、同修甲家己。好，那这边这边读普通话好唔好？普通话读会较顺啊。尊师就是尊敬祖师、三师、同修和自己。三遍了哦，吼，啊，你有记起来无？爱尊师，尊师重要，细细常常爱听，但是你要尊什么师？你这内容内底啊，哦，就是咱的祖师、师尊、师父、三师、典范师、因师、果师，啊，甲所有的同修、甲自家分享，哦，爱尊敬咱家己，肯定咱家己。好，啊，为什么爱甲伊尊敬？因到以后过老再生的话，啊，是阮阿祖，还是阮阿公，还是阮老爸？哦，啊，过老再生了，为什么爱甲伊尊敬？当然。有咧家尊敬，诶，殷勤内底，诶，殷勤滴。祖师有降世传道之恩，如果若无咱祖师
水啊，江天华哦，干啥干啥？这先天在的信义集团，我咱来对比。那么今日咱要修行，就是可以。伊是一个花花的世界，你讲要来修行行道，无遐简单啦。要在污泥当中要出莲花，毋是遐简单。咱今既然伫从困中道，还是讲我要来爬山，还是讲我要来上品，还是讲足济咱会当去五路的所在。可是咱下道竟然爱来天文台来遮，甲我做伙学习尊师重道这道理。所以呢，咱今日一定要感恩。因为班道是靠天时，那三师父因多栽培起，哦，因师的牵引，如果若无因师的牵引，咱其实咱唔知影讲对有倒人机会，就像咱伫泉州，各项的即摆去靠干那些咧妈妈跳妈妈舞的，还是咧运动，咧干做咧运动，哦啊，伊多下时阵就熟悉啊，变变，啊像蔡经理啊，邀迄个阿双大姐去跳迄个啥物啊？广场舞对无？哦，我爱广场舞是拢会啊，暗我了暗时啊咧跳，啊互我暗时啊袂当去跳，因为暗时啊拢有亲的，啊若无就是爱上课。啊互我拢下晡时啊三点了，我迄个秀兰姐吼去做运动，伊咧做运动，拍手工的，啊无就是拉筋的，啊互我去。倒那落咧，交阮医生，交阮咧亲戚，讲行行行在运动，无运动咩去结缘啊，讲结识的，真正想去运动，啊。迄个秀兰姐来介绍，这吼，我曾老师吼，住伫第八栋2020房诶。伊讲，啊，你来遮偌久啊？我讲好，七八天啊。伊讲，我睇到唔知，迄有一间传统文化诶佛堂啊。各位前辈，就是咱拢无落去讲结识诶。所以吼，因师哦，所以吼，我即个拢，甲阮迄秀兰姐偌好诶，我较爱叫伊吼。讲结识的，因为伊会带佛法去度人，啊，无呢，佛法要安怎去熟悉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因师是非常重要。那么报师爱报咱身家志，身家修德品行端正，对不对？哦，报师爱报安尼，所以有因啊多栽培的机会。那么同修呢，有啥物生存健康志？咱若咧无明的时阵，咱就爱找咱的同修写意先哦，啊来请示、来请教了后，伊会甲咱做一个排解。伊若发现佫问的问别个人，所以讲吼，咱写意是绝对做生意的哦，伊有心做咱健康。因为今日如果若干好客甲贵太太，阮两个尔，如果先前即个班甲咱成就，阮贵太太讲好，安尼前面你唔免讲啊，你讲讲我听，唔免讲啊，道理我拢捌。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各位前辈，我们要非常珍惜我们的同修，可以共同成全、共同学习、共成佛道。哦，当然自修自成佛道啦，自修自悟自成佛道，一切靠家己。可是咱共修共学，哦，即种话对大众来、对对来，我会使咧人有佛堂，因有对学家来、对家己来、对对来。哦，有够侪个所在集社会，所以这个是强学，强学一件事情。啊，搁重点爱感谢咱家己，累世发修修办积分，啊，就是咱的经验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咱地修功大仙呢，即职业训呢，可以教咱安尼注意。伊讲，一世人，一世咱求的是三世修业，哦，是咱三已经修三世哦。今日咱向修行师一起发扬了，而且修行的因缘修三世。啊，那今日从咱今日咱来开光会，已经修过五世。而且咱挺爱相信的，这不是我讲，这是咱地心公大仙的结缘的时阵，咱慈悲的。啊，会当大佛堂是七世修的，比讲咱厝里设佛堂，咱就是大佛堂，对不对？逐工大佛堂，迄个修七世差不多。啊！若今日会当千口修改，千口十世修缘，像下仔佛法去咱迄个王新玉助理，伊甲佛法讲，伊修，已经修行修五十多年啊，食素食食五十多年啊，都要90岁啊！讲伊吼后礼拜呾星期几要去勇敢，然后安尼不停的安尼自在自在，佛法真正吼，甲伊爱得无限，真的好棒。那么
各位浅显，假受洗假无十六年，安尼敢会无营养？各位浅显，咱感觉假受洗无营养的眼睛，拢无人眼睛，假受洗有营养的人眼睛。哦，安尼原来只有假受洗的营养，对无？你像我阿金面啊，六十四岁，你敢要相信？爱相信？但是我看人去做，去泉州吼，伊人问讲，哎，做妈妈伊年是几岁？我讲我五个孙。今年六十四岁，你敢要相信？你拢唔相信？现在呢，因为吼，咱泉州福建遐个，包括像阮这种乌巴桑吼，伊拢做工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嘛，像阮去惠安，阮遐啊，金珠珠在去惠安，啊去迄落咱月头遐，啊隔壁又叫隔壁几个啊吼，迄太太也坐，啊阮家主讲大姐大姐，你坐车。你等一下问问，你敢知伊今几岁？差不多十几岁，我叫伊大姐。啊，为什么叫伊大姐？因为伊旁边呐，啊，惠安女医生哦，惠安女有够拍拼的。惠安女吼，真正做事就干干的啊，啊，做做赚钱哦，先生，对，三天先生无去赚钱了，变。惠安女哦，很啊，不提那包围哦，安尼做甲啊当的，对，已经分担担啦。我那边去弄，看到那个场景，哦，那么而且也就是讲，咱今日咱穿好，心十四呢，搁你看像咱的王祖，你看伊穿才穿五十多年啊，啊，搁要去勇敢开放，或许跟他真的跟他安葬哦。那么各位前些，咱今生你我在修法的这个传承上，以及在培养的发准，这个文化代底用药发准，对不对？这人一分力，这人一分力要强的这只法阵，会当真正伫主干达到皮，达到个皮干。咱是已经受足侪世呢，无法度通算。第四讲，第四讲无法度通算。那么这么侪世来，你所吃的苦，所吃的皮，会过你今世想要追求的种种。哦，有人讲会知影咱个李铁文师讲，啊，伊开会班哦，你看林组长来联络。今日若无来，就是安怎？无闲，无闲，带无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我今日无闲，你去就好啊。我啊，无，迄组长无来，组长无来，啊，就叫着手机，讲你去啊。我今日无闲，无闲，是无闲，还是无闲，拢有啦。那么当然，无闲要无闲，啥物趁钱？哦，啊，当然你爱食头路啊，无去袂使，迄当然爱去啊，因为这是职业的问题。哦，像我了解的没有，哦，前桌前没有，也没有。没有，你敢想？因为我有来，你敢想要来学礼节？因为咱有台湾的先进意识，是去教礼节。啊，我伫遐食饭就是专心分，听人家讲话讲，啊，你是当作泉州的先进大龙像你啊，来遮就是专心办道的。我当然来到泉州都是专心办道，啊，无在看，啊，无电视通看啊，啊，有阵拢无电视通看呢。啊，你伫厝咧看电视剧，拢无看电视，最专心就是煮饭、食饭、办桌三项个，吼，啊，佮困四项项个，啊，心中就真就是专业个。啊，伊就讲，哎，没有讲迄个，先生就讲，我讲，听妈妈，我可能需要去赚钱呢。我说，哦，对吼，啊，你老公跟后续同姓曾先生，我，啊，曾先生赚得那个个去赚钱啊？伊讲，我伊赚得个够我老开。我讲安尼，到一个月爱赚偌济啊？我来倒数一下，到好吼。你厝已经不难建，咱来去讲，伊一定爱去赚钱。我哦好，安尼去赚钱，你有时间就来练习哦。当然，你这个心得，这个一年内，咱平常做运动，是不是？嘛是爱去赚钱，这是事实。但是，咱要如何达到良性循环？其实，地心公大先甲咱讲，讲下过你今世上要追求的种种。那么当然咱一定爱想，咱若一直要赚足济足济，无一定有够用。各位先生，这个书的书是不是安尼写？我啊，刚刚看到一则这个消息的这个电报，伊讲哦，咱人要安怎来收获？要安怎来收获？一定要有想嘛吼，舍与嘛，才有想。对无，啊写是手，啊搁一个写，啊你要会当输，只个删掉，对，你才会输。啊，就是讲，咱今日布施，
我保持身心力、精神、体力、时间、金钱、物质拢好，一定爱甲卸掉，爱甲再卸掉，就是爱三轮体空。你后日就做平常，我讲给自己个鼓励个代志。我因人吼食这粒诚实个药是第九，对不对？明仔八点食这粒是高分的。那么咱第四公代先来讲，不要说难，不要说满。说难说满，难躲无常。多谢谢。那我话，教阮即所有的给传师，只要你去出教外面坐嘞，爱钱的人们，哎，像我来教阮，今仔帮阿蔡经理去嘛吼，阿蔡经理结婚，哎，坐头一个新婚，啊，做经理你即桌里进到你叫几种？我拢唔知影你来吼，蔡经理爱即桌叫几种？好嘞，又经理即桌叫几种？啊，又经理伊就去做一单嘛吼。过年点一百八十几只，啊，我两人啊，天天拢加工的，各位姐姐，压力很大。但是你可以说我不去吗？你可以说很困难吗？啊，绝对不行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个影片，你就知道，因为无常一直在我们后面，像一只狼在跟我们狼跑，所以要非常的谨慎。好，好多啊，刚才各位姐姐分享尊书的意义。啊，要遵什么书？啊来哦，要甲咱做伙来学习，要如何遵书？你们好，不要一直看，赶快坐好。你听懂没有？没听懂没有？反正你坐在这里就可以说佛光普照，回去成绩会第一名，下个礼拜要考试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或许都是到下个礼拜要考试，因为我家有孙子，是不是下个礼拜要考试？看点头，看哦好。啊，那如何遵书？武器断掉。啊，咱刚好好做伙看一遍，刚好，安尼拢袂当困，你讲袂当困，伊我袂当困，你讲袂当困，哦，就歹势。第一来，体师之心，尊师之训，孝师之行，祭师之志，行师之道，表师之乐。亲师之意，好，就是这七大点。等下我下一点一点跟各位见面分享。那么咱在尊师中的如何尊师的因缘内底，咱来依老祖师是最师傅，啊，搁咱老建议建议为学习的朋友吼。所以呢，遮其实这七大点，就是跟咱的尊师。比较重的一些环环相扣的，所以最先稳严己得观义，紧扣什么？绿色的怎么读？普度三者积分的这个信仰。那么呢，打开普度，普度三者，天者、地者、甲人者，各位姐妹，积分信仰。环环相扣的尊师重道这一件算是吼，因为时间呢，无法甲大家做一个分享。第一，你就爱体书之心。那么体书为什么你体无用暗示呢？啊，是爱深刻体悟，爱做深刻的体悟哦，不是你听听放不过，正面听到伊甲放过去了，不是哦。那么在深刻的体悟，什么叫深刻的体悟心情？或许来做一个比喻，各位姐妹，咱敢有做尊敬有法的时代啦？有哦，我相信像我即阵心肝头上欢乐就是阮老母吼，我加上爱祥的有迄个执照，妈妈会当拜一到拜五拢去执照，受人的照顾，是咱兄弟姊妹得亲的照顾，我拢免烦恼，伊会到顿到暗顿。要怎样吃？啊，好出门的做安心的，这个深刻的体悟，孝顺的一个师生的书写。啊，如果伊今日若无咱目前的慈悲呢，啊，先入这个制造这个、音乐，我害妈妈家己一个带领一个三合院来底，哎，真正真好的老人痴呆，什么拢要相信。伊当逐天面对拢是电视呢，哦，啊，我电视看，唔是咧看电视。我话人等于我讲妈妈，你是有电视看，还是咧看电视？伊讲拢有啦，拢面对有，都甲在做啥？
啊来高情吼，再高情啊，来去不知走了后，我精神无好个咧，我要唱歌咧，唱迄落孤单个老人，毋是孤单，我孤单个我，啥物会唱互我听咧？半暝啊敲电话讲，我足孤单个吼，所以父母甲咱个子女。今日我对我的囝、我的孙，咱有深刻体悟到，我们一定要去关爱他们，有没有？那我妹妹来地方讲，你是关爱，现在以你做例子，你妈妈跟我说，娘，跟我说关心你，有没有？有哦。那她为什么要关心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她女儿，是不是？你是做囝，应该是两个搞一搞，两个搞成一家。那为什么他会有深刻的体悟到一定要爱你，一定要照顾你？因为你身上流着他的血，是不是？来，各位亲戚，我刚才给许愿喊的，我为什么深刻体悟到咱这公老师也比心，普渡三者，因为是大机公，那是小机公。如果你有深刻体悟到，你唔敢无去度人，无去心存热心，无去办信主，你绝对唔敢。因为你爱先感动你家己，深刻体悟到感动你家己了后，你才好多去感动别人。所以这个老师甲咱讲，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处，书会吹着土，吹着土，唔是吹着土。我或许真的有点没力气了嘛，啊，讲话咬字不清楚。书会找到土，三长七柱一直都算数。你有三分的信心，上天准备做你七分。这是属性的，哦，这种文化到泉州了，入了去点的伊里内底，伊才听咱的泉州的点老师讲，伊拄着足侪伊里，哦，啊，好汉哦，真正哩，今年旧年内底嘛，拄着一届，一个迄落个，迄个是啥物妈妈哦，要做月子中心的一个妈妈要来开智慧，啊，别人拢无代志，头前天都点了，我看咧。安尼稳稳徛伫遐，拢无感觉安怎？等下伊规个咧参与吼，我一摆规个人亲像就要规个前面一片渺茫咧，对啊。我亲像你敢要相信？为啥咱爱尊敬三师？点本书、印书、播书，敢要强大着这个事业、这个姻缘业力？等下迄个吼，爱开始咧参与，我感觉什么安尼？飞伊对啊，头前一个片乌影，袂乌白啊那系啊，啊踏啊一脚落去啊，像咧游啊咧。东海好怕，只有看见叫人这种老师哦，看到波折跟伊，我才体会讲前人慈悲，我变收一些的老公。啊，你这迄落菜鸟点传师，我这叫菜鸟嘛吼，出现的。恁吼咧雕刻的时阵，一定爱看波折顶哦。你袂使目睭乌白飘哦，一定爱看波折顶。我好汉体会袂出来，讲为什么一定爱看波折顶？到遐东海我体会。哦，这时阵就是爱讲你看我这边，老母你有这个老师教我嘞，我嘞看书啊。哎，那时阵无法一直用，家己念无伊真经嘞哦啊，一直叫了这个老师教慢慢。我怎啊亲像迄一个人都甲我灌电落去吼，啊怎啊安尼变光嘞，啊无安尼。结果电完以后，各位先生你们知道吗？我讲三个，你一般还要十九。啊！我李先生讲，我不敢讲，你讲，点本书你家讲，我较自由吼。刚刚是咧讲三宝，是点本书的工课，我啊家讲，我啊讲三宝。迄个魏太太，啊魏太太嘛，坐袂条呢。我讲三宝，伊就是坐袂条。啊，另外迄个厝面是听甲做满意的按摩。等下用停了时阵，我讲老师，为什么我刚开始吼要拜拜，甲要听三宝时，我足艰苦，即摆听了足轻松的啊。咱个过境地，敢若是无安尼，我讲我即过境地，你也啉无啊，嘛爱啉啊，是伊啉尔，因为我头拄仔嘛足艰苦，无啊，伊当时一个属性，伊即摆无好度人个样子，多浅显，三长七字一直都算数，好来听一条歌，因为无好讲夜晚皇帝，你着当听歌吼，因为你夜晚皇帝故事你拢捌啦，你真正有地位，你若互我讲一个夜晚皇帝，你着当听歌，会知啊，真正有当听歌。都无啦，那无怪，无怪你了，衰过你这条命。无你去谈谈呢，我讲这些，啥子都不要。
好，对天服务这条歌会使讲咱是咱这个晚会的主文，第二条的金玉良言。那么各位人小声来听，较好好嘛，要分一个啦，也要笑嘞。那组长你笑较大声啦，卖玻璃。你们听过吗？不然这条歌我听过啊，真。是你成为那一片的蜡烛，你不需要能一场大不出，不需要任何的人思，如果你的心里都是我付出，是你成为那人海的蜘蛛，对上天一切安排，人生所有际遇，当存心存感激、满怀的谢意，相信你所面临的压力，必将开发你无穷的这潜力。带着我们这些小技工，啊，那小技工爱打拼，吼，爱打拼，跟着我们大技工、技工婆婆的脚步，啊，一步一脚印来修办道，好不好？有三分的信心，上面绝对做来七分的，一本万利的，一定爱肯定，一定爱肯定。虽然讲，哦，我都在打拼，为什么我姻缘还搁这歹？为什么我太阳都未顺利？各位前些，表现的会去写音乐，行得唔少的。我跟你想，爱慢慢啊，慢慢啊来，是不是安尼？但是无法个体会，这是无法个体会。咱真正求道修道会当改变命运，哦，这是上天甲咱肯定的。但是呢，咱爱怎先改变咱的心境？咱心境若无改变，要改变命运是困难的。
真理是安尼讲，但是心境足重要，是毋是？你心境若无改变，你讲会当改变命运，才有可能。啊，若讲啊，今日啊来提拔，啊来上一班师傅讲的普照，啊来听道理，就真理的主人，真理的主人，哪有法度解决咱的脾气毛病？哦，慢慢啊来改变，啊改变家己，才有法度来影响别人，嘛才有法度去度人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上天的这个恩德，咱人来来来辜负，哦，辜负就无采着咱天文数学的思想。那么第二。尊师之分，天地尊修师之分。咱时阵老大人讲，不起性分，就是咱十五条不归内底，诶，第几条？第八条。我写伫遐，你看到无？咱要偷看作弊，就是遮吼。不起性分，伊真正诶含义，就是体会性分诶滋味，明白咱师父师分诶这真实意。最后上重点。哦，那你讲人才教育，千万个理念啊，哪命令我命令他，我可能我命令嘛，有有去上啊，到我哪个来自由去上？人才干部训练，千万个理念不足一个什么实践？哦，所以讲咱不管咱看过这些新闻，心里先分到偌济新闻好啦，咱每一个人当出面的册读，我拢做者册无。有嘞，那像我有够济啊，甚至看到伫厝边去，伊讲新台厝去阮兜住，伊甲我讲，田老师，为甚物恁兜的迄落个楼梯厝啊落来个嘛拢经典嘞？我讲嘿啊，因阮江南厝占用好些空间吼，所以用着伊个一挂啥物八宝、啥物聚宝盆，所有个啥物物件有够济。甲我放车的所在占一下去，所以呢，只好甲我搬去楼顶的楼梯处啊。所以呢，车有够多，但是看看有照心理学或者新闻在做无？家己爱做一个心思，我爱做一个心思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以分实行，才会当心性心分。各位亲戚，其实咱学修行学道，只怕站啊来嘞。不怕慢，只怕站，更怕怎样向后转。所以呢，阿伯伊蛮讲哦，别当退转。好书即行，勇敢好发书重点。干嘛勇敢？一定要勇敢呢。讲这个老师讲，这个我好讲，道理啊，爱立志向德修行，好发信念先过来卡步，修德之路总不能退转。而且佫甲咱讲，心性心言除了医心两字，无别种的方法。那么，啥物叫虚心？虚心，互我安尼来体会，无虚心啊！哦，虚心虽然有形象的，敢若咱用虚心啥物物件？我比讲，互咱送人物件，即种互我讲较在吼，要来专心，各位前辈，蔡经理应该也是这样，互我的行李无几领衫，因为我的衫拢放伫专心啊，吼、哦。大部分所有惯习用具拢放伫床底啊，啊，拢炸啥物你拢知？塑料，是拄只款小朋友要食的物件。我看咱蔡经理拢炸菜脯饼，那我毋是菜脯饼，我拢是炸迄个羊乳片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泡芙，所有无所不及的地理，安尼炸一批箱，搁挂过一箱，会使超过23公斤，你都爱排一个。搁来计报搁排呢，是要做要做寿司的资料，诶材料海苔皮、三米迄落，迄种沙拉我来炸去。啊，这拢是真正是咧牺牲，各位亲戚，想动态个，来跟我讲，我拄着上面的，甲我讲妈妈，啊我看你看你不用食诶呢，啊你的衫嘛用一个塑胶袋包诶安尼尔，啊剩诶拢食。啊！你早才坐去是咧，是要去爬，还是要登山？我讲吼，这都无够的，你拢知，是袂使超过23公斤，因为吼，咱坐直飞飞机超过1公斤，爱换两千加，爱阁买一件，所以绝对袂使超过23公斤，恐怕等下阁藏另外一件被，我若超过，还阁去遐排。我阁有中秋夜，你啊，你啊，买了迄种，那是什么呀？哦。
风来收掉啦。你看我昨天拢了解五项蛮好，啊，所以这个姻缘内底，互我安尼想，心心心念，除了理想两字无办，无啥物方法。不是呢，互我安尼想，用过去的性命先问，因过去在世的医生，新鲜本是万人做几百万人心腹间，对不对？伊嘛是在世时阵所做啦，今日心心心念，咱今日就是要行伊的脚步。所以呢，互我安尼出道方面。咱前人拢甲阮这新领的业传师讲，你只要甲这两项物件抓起就好啦，就是慈悲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有慈悲心嘛，无你太惊会出去。啊，搁爱有啥爱心？像我们的蔡经理真的爱心满满，伊甲我讲吼。有一届啊，迄毋知是对个阿顺大姐对一个，讲十点外你伊在困。我看他们去遐吃一碗面。各位先生，你若接到这个电话时阵，你会先这个时阵，你会安怎讲？十点半，暗时啊，有时早时啊。啊，蔡经理讲，赶紧你来，我做回家。十点半呢，遐人我来讲，啊，即摆是几点啊？我伫咧困啊，你讲要吃一碗面。啊，遐人无一，若无这两字，敢会变会煮？迄暗时咱真正大姐，暗时咱真正。德清名因德义亲的德清，啊，那那像咱遐拜六开班的，恐怕都爱去想。那从读书去吼，啊，从阮阿祖祖在，还是阮所有读书去，我免烦恼，我就是有酒泡茶，讲道理安尼尔，自己伫嘴里在讲讲话安尼尔。但是若要从读书去的时阵呢，是像经济一桩，咱张小张先生谈主要我期待太平尔，你们要做，我怕都爱去做饭的时阵呢，我爱去卖想。爱想咧，想囡仔二十几个要食，我要安怎煮咧？啊，爱煮啥物物件适合囡仔食、大人食安尼好？想想咧，煮煮一道，哎，然后来食饭，囡仔食啊，足欢喜，拢有食完，是毋是咧？足欢喜，啊，食拢无食完，啊，惨啊，足歹食，无爱食，诶时阵咱是毋是足艰苦？啊，所以讲吼，一定爱煮咧。啊，伊遐人敢是我，啊，毋是我妈妈，毋是我姐姐，毋是我妹妹，都毋是。但是呢，是啥物？因德而亲的德亲，因道而亲哦。就像我妹妹甲我弟弟昨昏转来，伊讲姊啊，要转到你伫台湾的时间无简单呢。哦，昨下晡哦，我搁转去煮饭哦，而且甲阮妹妹两个煮甲满汉全席，十碗素食菜。要看到我一单啦，我妹妹要我要聚会，要看到我哈嘛一单可能袂当超过五万，就是这一日的时阵哦。啊，若道亲嘞，大家拢见面对不对？因道是道亲的道亲比咱的亲人搁较好，因此才互人了解着讲，其实拢无咧牺牲哦，拢是伊个公个性命，为着咱的道母来打拼。那么各位先生来到这哦，我好好跟大家分享哦。咱三天主可以用来给大家祝各位圣贤，乃是不为无改替自己的任何过错，正是我们所应该好坏。这内底我想想，看见成千人求道后，立即如数戒烟酒，有没有？咱一所大仙咱拢知影哦。伊四十一岁求道，咱五年经文书都去求道了后，当下就开悟诶，就发愿开悟，发起本心嘛诶，伊就本来拢爱去饮酒对无？去酒家饮酒，就去食三宝粉、两罐啤酒头啊，搁爱配鸡鸡啊是啥物？咱我听故事嘛吼，听前日咧分享这個故事，那么伊马上两眼睇来讲，我酒嘛要戒，粉嘛唔食，伊就。开始吃素食啦！哇，那你太太，哎，一手大仙的太太，我敢是有影安尼啊？搁甲你考试讲，我惊我爸咧玩老公考试同款，带你来吃牛肉面、咸鱼面，讲安尼。但是呢，确实当下开悟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咱自个性缘不为改变自己的任何过程，是咱应该好坏。来，咱来先看一个影片。黑帮的老大改过自新啊！或许影片是为了要休息一下。这个中年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好。亲爱的各位评审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点到天女在点到立贝，我就是你的好，点到齐贝，就会提升。他妈都有被这些陷阱啊，被他刚刚的对不对哈？多少耶？我原来是一个台湾，那注意看啊，这个领带哈。三十八年的主席，台湾一共只有38个建议，我来过14个。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，小时候我的印象里他很少回来，而且对我管教。非常的严格，我的母亲是台湾最大的黑帮红门的四大姐。小时候我打架打输了，哭着回来找妈妈告状，妈妈指着我说：“羞不羞脸？打输了还有脸哭？去打赢才回来。”就这样，我七少年的生命就学习用拳头来解决一切我看不顺眼的人。后来我加入了苏联帮，开始我无恶不作的黑道生活，而且进出监狱好像家常便饭。在1976年的时候，我在监狱接到一个大学的女学生写信给我。这个女孩子我不认识她，她的哥哥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因为我曾经救过她的哥哥，所以这女孩子为了表示感谢我，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浪子回头，所以她开始写信给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只能当作人生无聊监狱时间的打发，但是慢慢他心里面慢慢产生正面的能量，一点一滴的改变我。就在有一天的时候，我在监狱里跟一个黑道的大哥在聊天，这个大哥呢，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黑道大哥，即使他在监狱里照样容易摇动外面的帮派，而且可以日进斗金。但是就在我跟他谈话不到十分钟，他突然一下抽筋，立刻暴毙在我的身边。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就这样死了。就那一个晚上，我终夜无眠。第二天，我突然接到那个女孩子第251封信，这封信深深打动我的心。他告诉我不要再靠自己了，只要我愿意放下屠刀就可以重新开始。那一刹那，我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做人。就在我跟他写过来回500封信之后，我终于出狱了。出狱的我坚持要走正路，而且积极的学习。现在的我读了5个硕士学位，3个博士学位，我用我的故事呢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收刀入鞘》。因为我收起了杀人的刀，另外呢，我抄起了另外一把的刀。什么刀呢？就是我常常在监狱里面巡回演讲，然后个人的经历，而且呢，是到监狱现身说法，帮助那些年轻人悔改向善的手术刀。这一路走来，有太多帮助我的人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，因为他们教会我遵孝节义的道理。我要感谢抓过我的警察们，没有他们，我不可能改过自新。我更要感谢写过500封信帮助我的大学生。现在的我也是幸福快乐的家庭，当然我的妻子就是在监狱写信给我500封信的那位。现在我有2个女儿，宝贝的女儿，都是从美国加州波特兰大学毕业。今天我的小女儿今天就在现场，我们请她上来。最后我要说，像我这么一个无药可救的人，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我能够现身说法，只要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，你也可以有一个崭新的人生，成为心脏的人。祝福大家。好了，吕先生你好，非常欢迎你来精彩生活中。到这边先工作。
前前，咱拄只看迄个影片啊，咱有啥物体会？迄个领导好先生，今日伊若改革自身，用心做人，那么当然伊接受了母校的这个成就。哦，伊个朋友啊，伊啊叫伊讲话啊，用用就倒落来，像过年要笑讲话，咱笑到呾浑身湿湿去，就发真阵啊，心脏无爽快，嘛压力上大，上闷的。啊，嘛是看机密吼，上前路个医生吼，还阁袂挂号，挂着迄个医生伊个医师，结果吼，我还阁挂了190几号，迄医院八九点才来才会等吼，安尼耽误够久个，搁我前线。即有着啥物？因为咱无常个，咱个身边心脏就是咱莫当个，若怎样用许听个看个，怎结果经过所有个扫描，拢无问题。伊讲安尼，伊个意思讲，啊你也无安怎啊？你心脏也无踏个，心肺阁也无安怎？啊你家己爱做调试，你压力上大啊！你想啥物压力？你食啥物头路？我甲讲吼，我即个头路包山包海，所以吼头路食够大个，有限无限大，老尾有一间吼，真正有一间有够大。我想我来自己做调试，家己逐工深呼吸。啊，食中药，会调了有较好安尼，无像行前要真正徛安尼四点钟吼，毋是咱尔啊简单个吼，咧徛伫遮搁讲讲话吼，就会平平喘啊。了个，以前吼，人我倒倒倒到东尾新市去爬山，现在我就是无咧训练吼，逐工拢叫我办任务，压力上过大。自从领兵了，我袂当去爬山个，咧有前人讲你去爬山啊，你着人会讲咱无咧认真办任务。各位前线其实不是安尼，你只要健康的身体，才会当办服务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同个前面，你等下甲讲，何解了？属于未错，好健康的身体，唔通控制个。你所有个工具拢买咧，登山鞋一双五六千，我昨天搞我买了咧，结果只拢放伫下桌啊，唔知歹去个。所以各位前线，我发讲个题外话，咱拄只看个领带好先生。短短个影片吼，内底互咱做一个体会。其实这是现象界社会个黑帮老大变成一个换作新人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对不对？但是咱搁个心思搁袂安尼啊。但是咱今日沦为众生，咱办偌济来伫遮沦为做众生，用得沦为一切痛苦。你食好饭，今日啥想到，手个后底落掉。一直到寒，表示痛苦，痛苦，寒足寒。啊，像我若去漳州，我三月去泉州，哇，啊，伫阮台湾20几度，我穿短啊，结果来到遮穿背心衣、花热衣，我其他咧讲，讲爱穿遮济啊，还咧寒。所以说吼，天渊之北吼，你讲目前人民去青岛，哦，董先生有去吗？董先生，恁台湾去哪多吗？青岛六度呢，啊，咱台湾几度？恁拢知？恁当来穿20几度无？嗯，24度、26度呢？安尼差多20几度，各位先生，迄适应能力做落来，我阿祖伊有上，迄个上经典版啊，我讲，杨老师，我长长来6度呢，啊，今日我穿短䘼啊，只变到30度，上课做到伊都笑恁去。各位前线，这叫做整个因缘对我们的一个体验哦，一个历练。你现在这是共鸣哦，抓想抓，狂想狂，这东西痛苦。想个简单，人生是不是苦海？那么咱来遮轮回，那么如何改革自身，换作新人？像迄个李代豪先生安尼，对众生要跳出来，伊是本来恶的，对不对？要跳出来白的做一个正常的人，做一个更生人，啊，咱今日咧，咱今众生，佛众生其实无差别，只要你若当下有法度通体悟，那么你就是佛，对不对？啊，佛是开悟的众生，众生是迷迷佛，佛众生是一体。那么今日咱是众生，我来看一下。是众生，啊！你想要成佛做做了脱生死无？在座各位前些，恁敢有咧想？有，哪怕真正有咧想吼，无我一直拍拼咧。吼，在过去还袂得到着啊，修的过程内底，其实做人嘛真辛苦啊，读册嘛足艰苦。
哎，你们一直谁盖出来吼？啊吼，爱好心，我说好心会使，对不对吼？他跟我读册，写字等来妈妈来讲，你写功课，后尾咱看电视，后尾咱追剧，啊，来开始食头路嘛做艰苦，来结婚嘛做艰苦，对不对？为即款人好，顾婚主义，你有结婚吗？帅哥，爱找着女朋友吼？啊，你大只妈妈快点，你就是。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，伊有无让人有女朋友啊？吼、哦，那么这姻缘内底，还未结婚，咱会较关心，是不是？结婚了有幸福，咱嘛较关心哦。啊，结婚了，像阮祖庙生三个，阮祖庙咱嘛去来关心，讲啊，奈生娶三个，阮祖囡仔，伊讲伊来我厝娶出来吼。哦，啊，这三个都是你女儿哦。哦，啊，你这么年轻生三个女儿，生祖庙真正，我发体会，生祖庙真正做好家。但是来当生老生不是搁较好，生就好啊。这个做侪会当平衡吼，会当可能你来讲不足以十之八九。所以要对众生跳脱到身份做作，跳脱生死轮回，建立就是咱爱去打拼的所在。啊，咱打拼，咱爱任何过程，咱爱改啊，修得人之名，对不对？改脾气，去毛病。有足侪脾气呢，先生讲一句，交你上好诶。先生讲一句，了无欢喜，就是因他十过啦，伊早互我因十过，即摆袂啦，即摆伊另外较无想要做种事，所以呢，伊甲我联络，我拢定定。伊今日再互我啦，我拜托伊再互我啦。啊，伊诶人客，我落我着搁咧叫啊，所以先走等伊超人客，等下搁来，本来伊准备，迄落要起来就。甲互我好奇者，结果无多人提供伊对对来，所以伊就走倒，等下再来一头我载。咱而且伊原来对互我买一台干物的，多浅显。其实，咱今日要修行、修炼，伊就来改变。正信家己切，咱修行、修炼。正信凡人只是平庸而已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爱过书积极，落来过书积极。坚持修过书初级，咱是用行前过车来自备。修到愈初级，修得变优异。确实哦，咱要当真正讲，从你开始学本领、学修行、学道，开始进入佛堂，开始学修教，最后一口气拢非常的精进，足少。哦，但是无法家己检讨，无法家己，无法一路来，今年已经二十八年啊。因为我背着，虽然是六十几年前建的，但是我那时候丧失大好机会啊！民国八十年代接受着咱义工大人教我的助笔，吼、哦、啊，一帮敲醒或是这个梦中人以后，我背着你开始进入道场学习，我到这阵我唔敢来开，我遇到赞助长啊，伊遐讲同意先生一下，组长或是有懈怠过吗？应该也有啦，但是他看不出来。因为逐摆拢会当看到五花，对无？逐摊拢去，一直拢会看到五花。哦，五花有，但有空会，有空袂，逐摊拢会看到。吼，除了五花无甜的，也是讲哦去别个学习。啊，若无五花哦，一心一意做爱心，做爱去入班的，为虾米？入班人讲道理互咱听嘞，像恁坐嘞，我徛的呢，好是啊。当安尼想嘞，常常安尼体会，为虾米培养诶？舞台上的迄个钢丝拢爱徛嘞啦，啊徛！以前红娘桥我算是坐嘞呢，坐嘞先坐。啊，你着听人是毋是？咱台边旁边是一个过天舞，过天舞都有伊人坐哦，要吹入去。啊，我徛爱坐嘞，安尼。所以我们是在消业，各位前线一定要学僵尸，为虾米？爱叫消较济啦，啊！伊如果徛伫遮吼，是咧消业。所以讲吼，咱修行学道，你爱从初级，对你开始学习去顾一只心，一直甲保持，甲即番一块个心志。因为佛法嘛是对袂晓，啥物拢袂晓，参时间嘛拢袂晓，开始学学甲即，吼学甲即阵，佛法会使讲，若伫文内内底，佛法差不多拢袂晓。虽然即番是做起，点关注经验，但是佛法上下咧，啥物对头到尾，佛法拢知。因为你电话虽然通上下咧停顺吼，有时啊互相咧拖咧行，拢还袂请大爷讲对面坐，你就拜过啊，你敢要相信？绝对要相信，吼、哦，啊就无请大咧。哦，你若对上咧行，无请大咧，开始咧念，安尼敢有？都无都
我好热啊、哦、吼，所以人家我人家开工，千万这个老师跟他讲，千万袂使改变自由，自由受到受到动摇就会起疑心。这是属实的哦，因为你若对修行学得无信心，哎，比如讲，咱前过先来做兵，啊，修完道会当改变命运，但是你持一个疑心，敢有影？敢真正会改变？但是看迄话吼，安尼修足久啊，伊嘛无改变呢。各位前贤，咱今修行学得尽力为尽，袂使看人修行哦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无都十全十美。那么咱若如果看人修行，咱有时会去有课的，但是是道是真的哦，真理是绝对的哦。哦，啊，人人稍微有点是正常，哦，因为咱还未修行修行的，绝对有小夸一些小毛病，哦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不敢讲，千万不能改变咱的自由，自由是个动摇的，去以修无法度人专注，而且是上面人会催咱业障。因为咱诸葛老的正能量、负能量的来，负能量啊来，咱的正能量就消的减少，减少的时阵，你就来一点，有法度来做救众生的工作，因为别惊未出去，哦，啊，我得这用心啊，啊，这拍拼，这认真啊，为什么我的心脏搁无够力吼？啊，是讲我的胃那个会痛，哦，就会再去到前面。有的是会使食伤饱，想讲吼，要来功德，你要徛两点钟，食较饱的，迄胃吼怎啊胀起来？啊，看到工作哩嘛，愈紧张。我讲甲迄工作哩讲吼，工作哩自卑，我食一包胃，迄因为伊咧教我自卑啊。啊，我感觉胃痛痛，我咧太侪过程着爱食落啊。伊讲，啊，你是咧紧张？伊讲嘿，正是咧紧张。工作哩，何况我咧紧张？伊讲。啊！你甲道理讲遮久啊，搁咧紧张。我讲伊有法来坐火车会紧张，因为咧坐火车，我讲头前一句伊已经，我讲一句伊已经知影我后壁有要讲啥，对不对？郭先生无法，每一个讲师咧讲道理拢同款，因为指标搁拍伫顶悬啊。顶悬讲，而且即句讲啥，伊要接啥，你拢知影。其实嘛，免听看看就知影，是毋是安尼？搁是伫遮哦，这个我不甲人讲。你若改变自由，业障就会停。有做一件，咱家己来做见证，吼、哦，啊无法度去做道场，因为救度众生的工是志工，咱是志工的，只要咱去到泉州，去到大陆去开放，咱蔡主任嘛同款啊，人一定会怀疑，你是啥物人啊？为什么这么好？哦，十点外要食面，你搁爱去煮面给我食，你是啥物目的？多钱些？我拿去啊！我讲安尼个资金安怎来？安尼是要来创啥？为了做地主，咱要去搞骗的。哦，但今我有了解了，才讲哦，原来你真正是菩萨。哦，真的是菩萨呢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一定要体会，但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连技巧，啊，就是颇得上手的技巧。那么各位姐妹，我们是小鸡公也是一样，在这里不休息菩萨又这样子跟我们讲哦。你刚刚讲过，不休息菩萨的是成大夫老前人，我们快充的单位的一个老前人哦。我先看过他啊，打开普渡，每一个人拢返乡这一段，人人相连起来就修一个命哦。就像咱的命运，伊的职业，伊的使命，组长组长的使命，单处单处的使命。人才有人才使命，是不是？我们所有啊，文理人才啦、啊，那个超职啦、啊，所有的讲师连成一个面，这个是颇得三者九调九，一个人无法多做，是不是？当然做前人嘛无法多做，当然咱目前人嘛无法多做，一定要咱大家同心协力，哦，真正咱爱上的塑料台湾，阮林慧先生就是阮总务，阮拢叫司长。啊，伊吼，若要做兼收的寿司的兼收的，还是做小西头，一定会找伊好啊。伊有看的，还是用来看。因为啊，去拜伊做官吼，啊，咱拜神吼，来做塑料，做小西头，看来做啊一百斤。
啊，好怕哦，大家都好心尊名，讲哦，啊，做歹势呢，你做经理啊，吼，啊，搁要讲道理，搁要叫你来做数量，我甲讲哦，感谢是一个助理，你哦，好好给我个机会。都不是一个人会当办，阮总有一个人无法度甲食品监督办起来，是毋是要大家扶持？哦，虽然我是经理无唔对，但是我一摆伊面经理，都加上你无法有了我个机会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嘛是去做，啊，伫个杯店咧徛，甲真正挤一百斤，挤一百斤伫个店遐咧挤一百斤哦，我都要徛四点钟。阿姨有点写借嘞，那个在我在暖宾馆多做一点工，那恐怕有宵夜了。哎，宵夜我的心内如来有点负担，让你承受了。那么各位前贤，真的是不休息不散的主宾哦，就是大家来普及一个人一份经验，一份使命，来连起来一条线来变一个兵，这个普渡三者的圣书，叫我都要来反馈，这是恐怕。而且甲咱分享题目，天书之道，无悔行此事善道。咱中心大家甲咱讲哦，能忏悔之后必定不后悔。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一辈子要了无遗憾。咱刚刚听蔡长青教授先生咧讲，就了无遗憾，真心内底你感觉自己规划要了无遗憾。那么周先生嘛，咱慈悲哦，只有忏悔而已。因此，伫主讲问，迄个安康主讲要如何成就一个君子？伊讲哦，先言必言，以我穷尽。其实这一句呢，人家《为政篇》第十三章里面，他就这样子说哦。你个行者这样讲哦，你不想要一个真正的君子，伊个行者了，他来讲哦，伊个做啥物？是不是？啊，咱不是哦，那是像我这小弟拢先讲讲嘛。唔使话人讲哦，经理，你做个讲话呢？我咪真正人要讲话，你遐你做做个讲话，但是拢讲个白话，爱到对，嗯对。爱先言必言，以后将之必言合一，言过言，言过言，哦，爱多聊话，嘛一边聊怨，啊来爱咱安那一边埋怨，真侪啊，咱包括我看嘛，拢一边聊怨一边埋怨。那么孔夫子佫讲哦，这应该是一句，应该是《礼仁》第十二章，伊讲奉逼进行德观，啊，就是讲咱修法德，一定爱无怨无悔，公心一片，一心取天，爱公心一片，袂使来道场这个团队内底有私利存在哦，为人是有私利的啦，啊，为人是来看讲。挂羊头卖狗肉，阳奉阴违，这拢是不对的。啊，好快就讲袂了。了书之愿，欢喜了决书方圆，忙得快乐，累得欢喜。哦，真正虽然足忝，会啊，因为一定会累。咱这个肉体食五谷一定会忝，无法引导嘞，把咱这么单位准备的便当嘞，安尼拍拼个食好完。我甲江南主讲，哦，迄饭仔用啊济啊，食啊食袂完，啊要食完，搁要浪费，所以吼，忙得快乐也吃得很欢喜。各位姐姐，虽然足忝，但是也足欢喜个，哎，欢喜充满，我愿意虽然两课，而且学习，可是一百天是对个忝，哦，讲到即阵已经无啥力，目睭紧个吼，但是呢。非常的欢喜，是不是安尼？我因暗顿啊，搁煲水饺的呢。哦。因为明仔载要透早要出门，我正摊做个尿性吼，搁欠一项的，还搁因暗吼，顿啊搁煲三斤水饺皮的水饺吼，才会当去困的。因为呢，老公的尿臭吼，无甲准备好吼，出门伊大概会个习惯安尼袂使哦。那么，我副文书甲咱讲，这个因讲了，原来破解恁大半偌年来，其实只是。即世接受的啥物，生死轮回，但是，咱六万多年来的这轮回是咱一世人的上大个代志。那么，而且叫咱对了愿提示甲因本了愿、因果了愿，一定要一片公心的了愿，哦，爱合天心，无人天仙。所以人生不能了无遗憾，要了无遗憾。
阿妹妈了遗憾，我们要做一个铺陈人生的一个工作，因为如何去选用你的人生，要如何去安排你的人生。哦，因此无法从48岁无法同我讲到老啊，就开始在做志工啊。那么各位姐姐，无法真正会了安排的。哦，无法若如果讲48岁到58岁，甚至做到65岁，无法趁钱，哦，囡仔走袂得。但是无法虽然做慢慢，无法。48年开始到现在34岁，我一直在做志工，上天三层记住，各位姐姐，或许真的哦，可以带回去的。虽然说或许的功德一点点，可是我方自家的心肝安尼暗欢喜，而家在我也要安排好快人生呢。我48岁我才头，我今仔我妈妈哩出乎料的，我讲袂绝对袂无聊。到即摆24小时，我感觉都无够用，太无聊哦。所以呢，遮大家再来第七点，勤思之意，由衷勤定思勤意。我们志工老师是对师母的生意，我要真的去非常的一个钦佩尊敬哦。我们活着的时阵呢，爱表达咱的心境，那讲我爱你，要及时的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志工老师。也意思讲，要来霸动他，就心中说声谢谢你，尊师重道，感谢你那个铁温书店，而且感谢着你的手艺，就是要咱会当了脱生死轮回。来，各位前贤，人生当中有顺境甲逆境，对不对？上天我来考验是自己做了过一世，做了无好，天灾生所给的一点，但是咱嘛要感谢上天给咱。锻炼的机会、哦、所以你看人好啦，咱去大人做辛苦的，那又讲，我人够奋斗的啦，那一撮搁无爱去，第二撮搁无爱来，第三撮爱搁有去的准备，哦，哇，有些的人很有钱的，那今年诶，这个新春宴啊，青少年班哦，少年人班、公益班，有些很有钱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很有钱人，大人都到了破水呢，你看有去大人都到了破水。人无爱去啦，有啦，应该是有啦。啊，我明明人在伊内底讲我无伫个，甲伊囝讲，我妈妈讲伊无伫个，有没有？有，或许伊到过，哦，进去到那里呢，小派一个小孩子出来说，我妈妈讲伊无伫个，不欢迎我们，没关系，一次没有成功，而两次没有成功，要有第三次去的准备。好，第三，重德的意义，啊，什么叫做德？其实。虽然得到是无所得，为化众生名为得到，有无？伫清净经，咱道祖，我来甲咱慈悲佛父，道讲起足简单，其实伫咱个身躯顶，道是事物的本源之理，哦，宇宙的真理，为天的天理，为物为物理，为人心伫咱人身躯叫心理，事情叫做事理，伫咱家庭叫做伦理，哦，伊个意义就是安尼。那么，因此重要就是爱重视啥物来，即个读三遍啊，咱是重要的哦。你读过了，你就记起来，吼、哦。重视天地之道。重视天地。现在哈，读三遍，咱做位读较袂浪费时间。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重道就是重视天地之道，人伦之大道，回天之道。重道就是重视天地之道，人伦大道，回天之道。再来一遍，重道就是重视天地之道，人伦大道，回天之道。有先帮他读一遍，有啥物读经来用他的读经班的小朋友要跟着我读，因为你读出声，透过你的耳仔就让你练习。所以讲，有啥物讲，咱人要到要转去，咱要用耳朵来讲话，伊的耳仔听，他的听力是最先，咱伫这波体内被最先开发出来，所以才有声教。哦，伊不倒来伊会当听你读经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等到咱要转去，最后一口气，出来讲用我听力，所以咱用耳朵来讲，吼、哦，哎，加三宝，是毋是安尼？还是讲吼，叫伊安怎放下，安怎学，讲出侪互听，伊拢敢听。所以一定要读过一次，才会有印象。
啊，赌以后又怎样？又卖出去呢？你看这个赌拖鞋。有没有卖？多节前咱就看个迄时阵，就请迄多人诶，他看个了后爱飞出去呢，叫做赌。哦，啊，看哦，看多啊，看多看了就马上挂机。所以有时啊，人面前过像我那边去哦，我那边去七十几岁，伊去做宴桥诶上咧，伊逐工来读册拢用看，即个就互我去泉州，我听一个声音，伊咪互我困伫一间，伊困伫一间，伊讲无爱甲我吵，伊个家己困伫一间咯。奇怪，了十点半，伊在咧睏，还有声哩。我注意去甲看，原来伊伫咧读经，读到咧咧读经。我反正十点半，我睏袂去，只好去读经。所以各位浅显，咱若睏袂去读经，咱就对啦。阮旁边阿姊，好，为何要用刀？刀也讲各输入力啊，可以用刀，伊是刀在咱主心当中。先父慈悲，咱们开始，这一段哦，各位先请注意听，注意看。辨别尊师的真实意了后，行廉中道，定积德，这叫做知行合一。咱知影尊师的重真实意，拄只好好甲咱分享过啊，来要去中道啊，你得安怎哦？哎，非常积极的重道，那上面的重道你进的话呢，不是重道哦，是重视咱的道。修凡道要如何去重视，而且佫爱安怎？施灵饮水感温凉，爱感谢着天文师教，不忘不忘思源金山地。那么你家咧，恐怕有他一个生命中的大石头。即、這个故事吼，各位先生，咱若较年轻的，咱对网络 Google 你若讲生命中的大石头，爱故事走出来啊。我即马嘛会晓，安尼赵老师讲，互我听到。其实这是足简单的，只要你有用手机，你就了用啊，对不对？你若用声音拍，拢免拍字，你安尼声音来记了。生命中的大石头，伊会来讲这条故事是对对来。那么好话嘛是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故事就是讲，互咱了解。这以实命有约，这个史蒂芬科维这本册，伊来对安尼写，伊讲吼，生命中的大石头有一个。很大的透明的这个杆啊，有大石头、小石头、沙子跟水。各位浅显，一件物件要放伫这个案啊内底，咱啥物物件爱先放，敢知？咱有时也唔知，但是伊安尼甲咱写，伊大石头先放落，来放细个石头，来放沙，来放水落，结果这个真正拢有法度放伫这个伊放起这个杆啊内底。那么各位前贤，这个故事足简单，但是咱提示讲，咱的人生过程内底，短短几年内底，有人咱活啊一百岁、活九十岁、活八十岁，对不对？你要如何去甲规划？你有一个大目标、大方向，你就有一个方法。那么咱今日啥物是咱的大目标？要破四个心愿，因为经典甲咱讲，助天助一己，助人助人，一时开始修心。只有六道了脱，六道轮回，我们才是究竟。所以这是咱的大目标。那么你要了脱生死轮回，五飞天的五大条件你一定要有，对不对？要把这条件储备好，哦，条件储备好，还有德行，还有戒律，哦，还有心量，还有威好，还有观念，这五大条件你都比较好，定准你的目标跟方向。那么你要了脱生死轮回就无困难啦。如何懂得第一爱先买天地众生，拄只咱有读过天地之道。啊，天地众生有啥物？不管动物、植物，哦，尤其是动物。那么咱要放生，最具体性就是亲口自述，是修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行为。修德爱先助，修助民生，家属是最佳实践方法之一。阿弥陀佛，佛告我们家口一千口。在看咱的因缘，那么咱第二个祝福人伦的亲口，就是咱的人伦大道。哦，每一个发一个愿，每一个出世，这是咱这个网络，伊咱的老师的话写吼，伊讲，逐工拢发一个愿，
希望今日出世的囡仔，全世界出世的囡仔，拢为着三者报道来辅助咱的不久，是不是？各位前贤，我们每天要赞美别人哦，这是要祝福人人的亲口，人人大大来喜。第三，相信回天的自信，回天之道，南才和大仙公，我来跟你们一起干，充满正能量。充满正能量，每天早上起来感恩天地，感恩一切，哦，爱的人当做感恩呢，爱大家的使用正能量，哦，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快乐的人、健康的人、和气的人、善良的人、慈悲的人，哦，这个老师我感恩讲，多年要用肯定这天梯，我们一定要肯定自己，肯定自己以后要用心用意付出。才能够杰出，而且要有所作为。啊，观察在咱的面前，感受在咱的生命，一天肯定一件代志。哦，你讲我今日要好过，我一天要度一个人，我今日要一天做一件善事。哦，来给你做一个变迁，哦，做一个变迁。好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结论：尊师重道在当下。咱尊师重道一定要在当下。为什么要在当下？因为你当下你才有法度自我做主，自性做主啦。啊，为咱的以色心做主。你看咱丢的时阵啊，不管今日来的这是啥物官大官，还是是啥物董事长哦，啊，咱上列代表关心地官、官地居住村养幼，咱迄个有前做的邓秋平、关书记经理江秋平，各位前贤。伊讲做一位，伊讲爱几位，哎，当下伊是无心的，所以讲一定要当下体悟，当下的开悟。所以王牧师尊在讲，也许你轮回再来时，良师已经接管，良言消息不在，因为普渡是这几年，哦，就像咱七月普渡，今当年七月咧普渡尔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好兄弟要来。普渡要来吃咱普渡怪怪的物件，得来清鬼才当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若甲买袂出来是无通吃，因为无人要拜拜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咱今日会当化素人为素业，就是讲咱今日天地做着缘分种，咱会当拄着利用师，拄着利用业。如果讲咱搁再轮回，搁再。